这些宿卫从刚才开始突然又发动袭击了，会和华姐姐的消失有关吗？还是说锁定目标，来吧，星光凝聚，呀呀呀呀，接招！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进入方舟，威胁的小薇他们现在暂时只有我能战斗了。真疼！呀呀！集中精神，星光凝聚。呀！似乎安全。一、二、三、四、五、六、七。还好，还是先不要打扰他们了。那么剩下的就是菲塔，你人呢？亲爱的格蕾修小姐，我的糖果又不会长腿跑掉，当然还是在你们刚刚放下我的地方啦。看你的样子，周围的乐园宿卫一定都已经被解决干净了吧。幸好浮华消失之前把我附身的糖果留在了卧室里，被你捡到，我才能留在这里帮你调查调查电子系统，或是陪你聊聊天。说起来，你们这方舟的质量是不是太好了？几千几万年都过去了，电子锁竟然还能工作。这艘飞船的设计师叫什么名字呀？我还有机会像浮华一样认识他吗？如果不是情况特殊，我可没打算跟你这种人联手。真伤人，明明我们十几分钟前才刚刚联手过一次嘛。我讨厌喜欢说谎的人。既然格蕾修能看穿本质，那我说不说谎区别也不大嘛。你在博物馆里你说过你对小薇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嗯，而且就是因为那句话，格蕾修变得更讨厌我了。你说他们是你的作品？也是你的作品哦。我觉得在作品完成之后还对他倾注感情是件很荒谬的事，那只会妨碍他们的自由啊。对哦，该不会小格蕾修，这是你第一次独自面对新生的种子吧？因为在你童年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已经没有种子会发芽了啊。如果把这里这样再这样，有了。喂 Vita， 你什么意思？成功了，门开了。没有浮华姐姐，也没有乐园宿卫，只剩下机房还没检查了，但可能性也不大吧。嗯，疑难解答也说了，这里现在只有我们九个人。看样子浮华是真从方舟里失踪了，可惜没有人目击到事情的经过。不过我猜就算我们看到了也无能为力，我的创世神可是个谨慎的大家伙，不会让任何有威胁的目标靠近自己。我猜他多半是干涉了浮华的投影，把浮华放逐到外界去了，就是我和浮华第一次见面的那片迷雾里。那你现在就不能想办法回到那里吗？很遗憾，我的本体已经不在那里了。那个莫什么地的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把创世神都给惊吓场了。我一个小逃兵，虽说没那么容易被他注意到，可一旦暴露也就小命玩完了，所以我立刻就转移了自己的本体，躲到更深更远的地方去了。就算是这样，要是格蕾修小姐求我，我说不定就会冒险一试了呢。开玩笑的，其实我现在想回也回不去了，都怪那个叫什么亚蒂的展品拿着偷来的权限在那个瀑布边上乱搞一通，要想恢复这些空间之间的定位系统得花上好几天吧。你编得有些太离谱了。有时候真相就是这么离谱呢。还是先把机房调查清楚吧，那里是方舟的最后一片未知区域，如果那里有潜在的威胁尽快加以排除，对小薇他们来说也比较安全。格蕾修还真是爱操心呀。就是就是，格蕾修，我们才没那么容易出事呢。一心，你们来了。嗯，调试结束了，
现在我们有把握不出差错的完成权限转移。只是，姐姐们这边好像又有新的麻烦了。我们偷偷听到，你们找不到浮华姐姐了。找人这种事我们最擅长了，让我们来帮忙吧，格雷兄。大家集体行动也好，你们跟我来吧。苏或许修改过方舟的设置，保险起见，重新配置一下吧。听起来成功了，有我们在，当然是小菜一碟啦。走吧，去机房。糟糕，乐园苏也对机房感兴趣吗？大家退后，交给我。来吧，星落一剑。当务之急是找回华姐姐，可是我还没有亲眼见过那团关键的迷雾。不对，关于迷雾的信息主要都是 Vita 告诉我的，她的身上究竟……啊， Vita， 你在干什么？都说了，我是附身于糖果的一道投影啦。啊，所以你也不用太过担心，我还存在于此，本身就是浮华没有遇到太大危险的证明。哦，这么说来，你刚才是要问我什么吗？你再把方舟的数据输入你自己的投影终端。为什么？啊，那个呀，只是备份一下方舟管理员的认证而已，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损失。你备份这个干什么？和我们现在的行动有关系吗？硬要说，也不是没有。你想，我们这不是找不到浮华吗？既然找不到，就得做好准备面对最坏的结果了，也就是单凭我们对抗不了创世神，也无法阻止灭世的洪水再度降临，到时候连同这个方舟被开了洞的部分，一切都会被淹没，而只有一个人能幸存下来，那就是你，格雷兄。我？你已经在方舟里睡了不知道多少个轮回了，毫无疑问，洪水的伤害对你无效，或者说会绕过你。至于原理，我猜就是创世神采用了类似白名单的机制吧。你也知道，他现在已经膨胀得很夸张了，总得靠这个机制呀，那个机制的来办事，否则甚至很难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属于弗洛斯的一切都必须被洪水彻彻底底毁灭重置，迎接新一轮的实验，而你不属于弗洛斯，是更加独特的样本。我猜测，就算方舟也被洪水淹没，你也同样可以被创世神庇护，安然无恙。所以我就想啊，这东西说不准就是我的救生衣。格雷修，你也不会那么吝啬，不愿和我分享这保命的东西吧？我介意另一件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的？当然是进屋之后突发奇想的咯。他利用了我对他的不信任，所以那时候才故意说些不靠谱的话。他大概早就想复制这份认证了，可是他毕竟只是个投影，即使他的本体再也回不到弗洛斯了，对他来说似乎也……格雷修姐姐，维塔姐，你们两个在悄悄说什么呢？和浮华姐姐的去向有关吗？让我们也听听嘛。嗯，总不会他是为了……不，不可能，这个人自己说过，他根本不在意作品完成之后的命运。调取记录，访问名：莫里亚蒂。